钻石公主，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是没有见到钻石传送门呀？你会不会记错了呀？笑话，我怎么可能记错？钻石传送门要这么容易就能找到，还需要我带你来吗？那好吧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我也不知道这钻石传送门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啊。你别着急别着急，再往前走走，说不定我们一会儿就能找到了。这钻石传送门到底在哪呀？这都走了好几天了也没有找到。嗯，钻石传送门，钻石公主，我们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？我们赶紧过去吧。哇塞，真的是钻石传送门。哈哈哈哈，等你们好久了。啊，强盗，你怎么逃出来了？哼，你以为你用 TNT 把我给围住了，我就逃不出来了？太小看我了，我在这里等候你们多时了。强盗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而且钻石星剑在我手里。哼，你看我这一次不把你给杀了。大家你不要过来。强盗，你要干嘛？哼，我要干嘛？今天有我在，你休想从这个钻石传送门逃出去。强盗，你冷静一点，你炸了钻石传送门，两个世界就不能相连了。哼，我可不管，你既然来到了钻石大陆，休想就这样轻轻松松的逃出去。再说了，钻石星剑是我们钻石大陆的宝贝，你岂能带走？强盗，钻石星剑可是我钻石公主家族的宝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真敢炸，你信不信我让你不得好死？钻石公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强盗，你完了完了，钻石公主，钻石传送门被炸了，我们该怎么回去啊？哼，这个智障强盗，钻石传送门可是有好几个呢，炸一个有什么用？啊，跟我来，我们去找下一个。